大家好，我是焦小二，一个来自四川农村的90后小伙子。这两天我们这里的高山原生态露珠鲹出来了，每天夜晚我们穿梭在农户家里收鲹子，帮助偏远农户解决销售鲜鲹子。如果你们有缘刷到这条视频，记得帮忙点赞和转发，我们一起让更多的人了解农村，了解农村的原生态农产品。谢谢大家了。抹不去的伤疤，肩上那一份牵挂，最后的那幅画却不像从前优雅，泪如雨水而下，一回不去的童话。有什么放不下，在回忆里挣扎，算了吧，结束吧，可能只是个笑话。是秋风在回答，不想当个傻瓜，我偏离了时差，已被埋葬的情话。那些最灿烂的烟火，星空下说过的爱我，不相信善变的承诺，也能证明我的不舍。只剩最灿烂的烟火，雨后描绘你的轮廓，一个人的海边，只有风中和影子陪着我。